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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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呢个国家。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3年5月29号啊，器官问题仍然继续萦绕住香港，只不过呢佢就攞咗好几单凤姐牛肉饭嘅新闻啊，即系又话要啊，会唔会每次都系用呢个批斗过骨呢？一有啲咩大事嘅时候，传媒界嚟讲啊，公关控制术就使用到一啲震热度嘅方式 ，making noise， 跟住就将公众嘅 focus 转咗去其他地方。喂，查实呢啲 systematic 嘅嘢，系统性嘅嘢，先至攸关市民嘅生死大事啊嘛，系咪？你医疗制度嘅崩溃，交通制度嘅不堪，国际大都会嘅治安不正，扰攘乱尘，尸位素餐，呢啲先系市民所关心噶嘛？做乜突然之间反而走咗去关心一啲无聊拉间嘅事噶？所以今回啊，关于器官问题，独具慧眼啊，我哋又揾到冯希乾阿冯庸嘅一篇文章，几得意呢篇嘢，以及郭基诊阿陈国基啦，同埋卢宠物迎难而上嘅嗰种决心。我哋先嚟睇下卢宠物讲啲乜先，仲有文条添，有人帮佢做。港府正与内地探讨跨境器官移植互助机制，有否影响你捐赠器官嘅意愿啊？呢啲咧咁样嘅问卷调查咧，大家答都唔好答，唉，有 Q 得佢咁啊，算啦，千 Q 期唔好答啊，答咗都俾咗认受性佢啊，笠过咪趯走噶咯。咁以及比家超啦，踩中佢条尾啊，吓十万伏特即时现身，咔超咔超，唔系好似系撇卡撇卡啊，即时触电啊，小智命中超点，于是乎就话你哋恶意取消。话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物共赴黄泉，咁啊出席一个活动，佢以后个名叫共赴黄泉啦吓 ，S 级妖兽系啊，除咗蒲饭优助 S 级，仲有只叫黄泉噶嘛，仲有鞋区。佢讲到啦，器官捐赠名册嘅登记取消咧，出于市民自愿，央视认罪都系自愿啦，好多自愿嘅，佢就避免人哋话系强迫啊嘛，所以全部都属于自愿啊，甚至乎维吾尔学生都系自愿消失噶吓，自愿飞升，自愿满清十大，所有调查工作都系针对可能嘅造谣作假行为嘅啫，即系你呼吸你造谣咁样，明明你登记咗话捐噶嘛，突然之间取消作假嗰啲咯。但系啊，佢真系叫你唔好理嗰啲嘢，嗰啲我哋秋后算账咁样，就唔系成个器官捐赠最重要一点，最重要系乜嘢啊？最重要系爱啊，刻骨铭心，骨头捻嘴啊，最重要嘅系浓情化不开嘅猪，抠佢哋热恋中嘅时候将其放血，大条猪大肠咧，仲有嚿屎喺入边未通干净，相信不能够移植啦。发挥大爱嘅精神，支持器官捐赠。但系你问到梁美芬、梁丑丑啊、罗网师傅，喂，你今日捐咗未啊？被登记现时等行事，救到人都好嘅，但被取消就感到可惜，咁即係点啫？所以梁丑臭除咗自己个样之外呢，把口都十分之臭嘅。卢宠物就表示啦，一向大力推动器官捐赠，梗係啦，佢要做多几个缸㗎嘛，呢个失败啪一声咁就掉咗佢囉。重视每一个捐赠器官嘅人，因为好多人一齐取消啊嘛，大佬。咁你取消嘅时候话佢买少见少唔掂当，佢以前系深圳嗰度活宅噶嘛，活宅五星啊，考得好成绩。咁佢话名册嘅数字一直持续上升，唔知会唔会好似上面嗰啲咁噶？被登记啦，跟住取消唔到又当你应承退出，明明系退出噶 ，TCTCTC 退订 ，TDTDTD。啲啲啊，终于退订到啦！感谢阁下已成功登记器官捐赠。吓 ，T D T D T D， 请不要重复输入项目。佢话你哋可能有误解啊，对跨境器官互助制度冇误解啊，好清晰啊，我绝对唔怀疑添，好肯定。哇，几犀利啊！上面呢你公布出嚟系嗰几单咋喎，公布唔到嗰啲唔知点啦。几个后生仔啊，整亲菠萝蓋咋嘛，突然之间呢就脑干死亡㗎喎。哇，菠萝蓋几紧要啊，阁下整亲膝头哥会唔会脑干死亡，你小心啲啊。医生就话实属罕见，好多罕见嗰度劲呢。我成日都话啦，一单就话罕见，两单就话罕见，喂，三四单嗰啲叫巧合唔系话。十四亿人十四亿单罕见。似乎我哋误会咗罕见呢两个字嘅定义啊，系嘛？
佢话希望每个登记人保持初心，初心系咩啊？唔好怀疑登记啦，你班友仔。市民对本港同内地嘅跨境器官互助制度可能有误解，或受到网上不实言论而有错误嘅观念。哇！最近佢开行 Turbo 喎，揾晒啲人出嚟解说，梗系啦，心肝脾肺肾，值几多钱啊？嗰度嗰啲人系嗰啲人嘅事啦。飞升咗之后啊，自己啲心肝脾肺肾，一个去北京，一个去上海，一个去天津，一个去西川，天府之国、啊。有得俯瞰孔明庙啊，系咪啊？佢话唯有透过互助嘅机制咧，先至可以俾病人多啲嘅希望。点解要互助呢？你就咁，你中央大爱啊嘛，你就咁捐助嘅制度唔得噶。咁可能因为即系你上边啊，如果嗰啲 DNA 匹配嘅时候，你香港啱好有嘅时候，始终混合埋同一个库房，佢要攞予取提携咁先系咯。佢讲到啦，只有某啲器官捐出嚟，香港冇合适病人嘅时候咧，合适病人四个字呢个定义咧，好容易 twist 嘅啫。佢合适、哦，佢合适噶 ，match 晒噶，唔系佢唔合适。点解唔合适啊？佢唔系权贵啊。于是乎就会动用到第二层嘅机制，前面嗰啲佢冇讲。器官捐赠同移植咧，就从来唔点名，唔考虑一个人嘅背景，咁即系考虑一个人嘅背景啦，同埋点名制啦。就咁简单讲出嚟啦。假设有个器官，习近平好需要嘅，你话俾香港个病位定俾习近平啊？讲完，唔系佢可能割双眼皮啫，想要少少皮肤惊器官排斥啊。咁另外咧，佢就话会继续做好工作，令市民明白国家嘅器官移植今非昔比噶啦，已经达到国际水平。我觉得佢好过国际水平添，已经系世界首屈一指啊！因为做得多啊嘛，呢啲又好似大数据咁，做得多就得噶啦。多基层就希望市民支持器官捐赠、两地器官互助移植，但系到最后都系嗰句啦。你问啲高官登记咗未啊？你今日登记咗未啊？跟住就会含糊其辞噶啦，一个都冇登记啊！你班友仔自己登记嘅啫嘛，你信唔信啊？嗱，十成熟博士巴基斯坦郭佩凡就讲到啦，佢就话不如咁啦，预设默许啦，预设默许即系咩啊？你班友唔反对就当支持，咁你个名就会入咗落去啦。你信唔信一旦通过咗呢条条例，成班高官走去取消，恶意登记啊，直情登记取消啊！好啦，我唔咁多口水，嚟到我哋嘅主打就系冯庸啊，智奴宠物嘅公开信，几得意噶，因为敬爱的卢局长。个爱字系简体字，爱无心啊嘛，冇心爱佢又话大佬唔好搞啦。冯庸就讲到：你好，本来不打算写公开信，但呢两日明白咗一件事，凡跟中国人有尊严利益有关嘅议题咧，只要网上公开闹大，摆出一副善良嘅样子，不管用词如何误导，细节如何缺乏，论证如何滑波，简单讲就即系冇逻辑、冇数据，口不择言，亦都可以得到党媒、市领导同埋全国人民嘅支持。你见到冇特首两个字噶吓，得市领导噶咋？所以我决定写封公开信俾你，希望为中国人嘅福祉尽一分绵力。我谂即系全部人一齐尽力都冇得救啊，无药可救啊！阿冯庸呢口绵力，不如悭翻嚟屙一尿吧啦，搞唔掂啊！局长，你琴日喺立法会慷慨陈词，指政府喺取消器官捐赠事件上边咧有责任识穿、哦，少数人喺议题上面造谣作假、哦，系咪政府自己造谣作假？因为冯庸之后引嘅全部都政府数字嚟嘅，有数据我中意，意图制造矛盾，破坏香港器官捐赠文化。原来有文化噶，呢几句掷地有声啊！汶川嗰阵都系啦，俾咗200多亿，迟下冇噶啦。你捐得多又系咁，捐得少又咁，做有36唔做有36，佢都随你明噶啦。咁好心做乜啊？好心做雷劈啊！不过唔紧要，有啲人呢，即系可能兴趣系俾雷劈，冇得搞噶喎，系咪先？你除咗恭喜佢，有啲咩好讲啊？每日电一电，快活过神仙啊嘛！好啦，冯庸就讲到，深深打动咗我啊！自从政府公布近月捐赠数字有不寻常变化，三日落嚟，我冇一刻唔心痛、唔难过、唔愤怒啊！网上假资讯无日无之，外国势力意图抹黑，罄竹难书啊！每日都痛感失望，所谓国家兴亡就匹夫有责啦。嗱，呢啲先波后边啊，讲到好似好伟大，诸如此类嗰啲，但系之后引出嚟嘅数据咧，令卢宠物汗颜啊！所以冯庸就希望协助政府识穿嗰啲假资讯啊嘛，
问题就系咩啊？嗱，佢抽秤卢局长讲嘅嘢啦，卢宠物，你昨日就发言咯，唔知系咪有难言之隐，吞吞吐吐，净系半点名形式，其实系咧，哦，即系禁书嗰啲啊，禁书嘅目录咧，都俾人系咁揾出嚟，即系图书馆下单目录咁啫嘛，系咁揾出嚟，点解啊？想睇咯嗰本书，边本下架嘅羊村嗰啲，个个就揾去睇噶啦。所以似乎卢宠物唔想点名啊，一点名就中招咁样咯。如果网上 Google search 器官捐赠啊，好多啲乜嘢嘅文章呢，卢局长系咁讲嘅，你自己去 Google 啦。呢好多大乜乜啊、自由乜乜啊嗰啲文章资讯出现噶嘛，呢啲都系抹黑国家移植同埋捐赠发展噶，有大乜乜同埋自由乜乜啊吓。所以冯翁就讲到啦，哇，我一睇呆咗啊，点解啊？大乜乜系咪大公报啊？自由乜乜又系咩嚟噶？你做乜唔讲清楚啲啊？唔见得光噶，当然含糊其辞，你系咪心虚啊？你话讲得不清不楚嘅时候咧，我会意会不到噶噃。不过，无法理解你嘅思绪，一切责任全在我方啊吓，我就唔会喺度同朋友讲嗰啲乜嘢，讲嘢一嚿嚿啊，即系喺度指桑骂槐啊。啊！话某啲高官嗰啲契弟啊，含住督屎讲嘢啊，诸如此类，实在唔会讲呢啲歧视嘅言论嘅。我又绝对唔会咁样去嘲笑嘅。不过你讲嘢嘅时候呢，我听唔明我问题啊，唯一可做就谦卑咁样遵照你提示啦，好唔好？咁我 Google search 喎，器官捐赠四个字，去追查嗰个十恶不赦嘅假消息元凶，出乎意料啦。哦，即系卢宠物老作嘅啫，杜撰嘅啫，佢系咪用咗嗰个叫咩啊？阿里巴巴唔系百度啊？仲有咩啊？搜狐嗰啲啊？唔清楚啦。冯翁就讲到，我揾唔到大乜乜、自由乜乜，反而最多嘅咧就系政府网站噃。你如果话要识穿少数人弄虚作假，咁你都系最好方便嘅咧，就将元凶全名公布啦，好唔好啊？同埋为识公众疑虑，提升器官捐赠率嘅话，你无知民众迷途知返嘅话，咁你就更加需要罗列㗎啦，等人知道去边度搜寻㗎嘛，啲大乜乜啊，係咪自由乜乜啊。好啦，卢局长任重道远，责无旁贷啊，每年国内呢有300,000嘅同胞需要器官移植喎，哇，轮候差咁长㗎。哇！我同你班友仔讲啊，之前呢佢哋炒 iPhone 各样各租多个肾㗎，而家个个嗰个啊都衰竭㗎，你话去边度搵啲肾返嚟去帮个批友呢？吓，算你唔好彩啊，菠萝个整亲。冯翁又讲到啦，我都体谅局长你事务繁忙各样㗎，所以啦，今日呢我就去到中国嘅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合作网睇下新华社嘅报道，题为王杰夫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取得重大进步。哇，数据惊人啊，中国嘅器官移植空前伟大，更惊人嘅就系呢，中国居然冇同全世界宣扬呢项成就喎。Organ Harvesting International Organ Harvesting Center， 点解你唔讲下呢？系咪习主席同中国人嘅谦虚低调，让人啊如果知道咗，可能下爬都甩埋出嚟啊。我哋睇下咯噃，器官捐赠暴升啊，2015年2.5万人登记，好少喎，嗬！全国14亿人得2.5万人登记，而由 dead body 嗰度嚟嘅咧，就有2766例，你当3000啦。2017年已经疯狂有多300,000人登记，35万人登记，哇！暴升成14倍啊！啲 dead body 嗰度捐献数咧就1倍啫，5146例，但系登记数就真系空前跨越啊！突然间有咁嘅意识啊！2019年仲劲，又14倍，超过478万人登记。咁但系咧，由 dead body 嚟嘅就得6000例。好啦，冯翁讲到，恕我无知啊，卢局长，点解2015同2019年嗰个人数相差200倍噶？但系由 dead body 嚟嘅数量净系差2倍啫噃。嗱，冯翁呢度咧就睇到嗰个 ratio 上边，即系登记人数大升，由 dead body 嚟嘅咧就唔多。咁会唔会系活体噶？话另外，冯翁又留意到啦，2015年登记人数咧2.5万啊嘛，哇 10% 捐献率，你由 dead body 嚟嘅有2800例，呢个都好得意。咁即系点样啊？你登记得10个有1个中招，攞唔够，跟住系咁崩爆嗰个登记人数啊，好得人惊。冯翁讲到，众所周知啦，唔系每一个 dead body 嘅器官都可以用嘅。一般嚟讲，几10万人登记呢，每年可以成功咁样拎出去用嘅都系得几10例嘅啫嘛。2015年绝对系大奇迹年啦，有超过 10% 嘅成功配对率。呢、这个比例不单空前盛况，可能系绝后添啊，最后一代啦，系嘛？
梗系最后一代啦，你年青嗰啲新鲜嘅就攞晒去 organ harvesting， 你仲有得剩嘅？冯庸就讲到啦，谂嚟谂去都唔明点解登记捐献嘅人数咁多，但系捐献比率反而系越嚟越低嘅咧？系啊，不唔系由嗰个 dead body 嚟咯，由 living body 嚟，活体唔系遗体，会唔会咧？吓，同埋佢又计咯，按2015年嘅比例，你话 10% 啊嘛，咁2019年至少都应该40万件啦。唉，佢嗰啲点嚟嘅咧？好惊啊！而家我见到呢条数，唔系冯庸点出啲数字，我都唔会咁惊嘅。系啦，冯庸真系衰啊，好心去即系点讲啊 ？YouTube 经常都系啦，如果你有好多嗰啲儿童不宜啊、各样啊、令人感到不安啊嗰啲嘢，你唔好报出嚟啊嘛。咁样，唉，冯庸呢度讲到啲数字咁真确嘅时候，令我好怀疑啊。咁但系人系咁噶，啊你。都真系会谂下噶，点解咧？点解咧？2015年特别踊跃，但系冯庸不失为一个有礼貌嘅人。卢局长，我热切期待你嘅解释啦。我哋一齐为中国人嘅幸福生活奋斗，门不涕零，书不尽怀啊！有啲人就话乱报嘅，讲完啲人都唔理噶啦，咁样冇人查证嘅，所以你唔好同佢较真咁话。咁有人就赞冯庸，冯庸不愧系一个智者，谦虚有礼，学习不断嘅好公民。有啲人就话啦，卢宠物如果答得到就唔会坐嗰个位噶啦。另一个网友就指出，捐赠数字增长咁多同埋咁快，多快好省啊！可能系捐赠者咧喺手术后或者飞升之后咧，先至补办登记手续啊，唔会是廿几万例咁多啊！诶，真系有人讲喎，王全局长应该先解释下点解唔听佢话，暂时都未有共赴王全嘅，系咪呃我啊？失信于天下，今日又要人信佢。至于王杰夫又系出名嘅，有人就抄翻出嚟咯。王杰夫曾经对中共嘅党媒《人民日报》讲到：丝绸都系公民，法律并未剥夺佢哋捐献器官嘅权利噶。如果丝绸系愿意捐献嘅话咧，去赎罪是应该鼓励的，咁放心，佢哋都好想赎罪，咁但系我谂赎罪嘅机会得一次嘅啫。最精警嘅留言系呢、这个，一只宠物点识答人留言噶？就系咁样样。好，今日讲到呢度。